饭，我们要回来了。那这一次正好有通过武林大会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现场来看一下大家跳舞吧。哎，他们就一个人，其他不是四五个人，三个人呢？对啊。我说实话，蛮失望，特别特别的失望，因为只看到了一个人，毕竟是一个团体嘛。这次比赛呢，那个 MSC 是以肯定是个人参赛，然后我们是以五个人同时参赛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啊，干嘛告诉你？告诉你还要多了？啊，这帮家伙都不要命了！真拼呐！五六七，走，慢摇，慢摇，慢摇，鬼！这一次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战，而是为了一直支持我们的人而战。武林大会 King Fly Go。有请 Hit Five。只有对方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团最大的应该不是竞争，我们应该为中国男团争光才对。哦，说得好。好，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各位评审老师用一句话来做点评。Esther, you guys are giving me a hard time. I want to give you a higher mark because I think you did much better than last week or the last time I saw you. 星星老师，有进步，有惊奇。有问题，这伏笔埋的。方俊老师，我在你们的舞蹈里面看出了进步，也看出了很多问题。怎么跟金星老师说的话一样啊？因为我知道他们好孩子，整个编舞过程。谢谢老师。黑范同样选择一位评委和他对话，选择哪一位？你们决定吧，我害怕。是不是上次因为金星老师说你的眼神就是有一股杀伤力？就是我这次只要是冲中间的时候，我永远都是笑人的。
我首先说有进步，编舞编得非常好，嗯，队形变化、风格变化、转换很自然。有惊奇，是你们敢五个男孩子同时敢和五个女的舞伴来配舞，这个叫我挺吃惊的，嗯，这个挑战挺大的。但是我说问题，当你们和女孩子配合的时候，不是你们强项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表现再松弛一点点，弥补你们的舞姿的不足。当你们后半段你们跳你们自己的时候，你们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，那份自信、那份漂亮、那份力量一下子凸显出来了，显得第一段就稍微弱了。谢谢老师。就是真的组合是挺难的一件事情，在他们当中谁跳对谁跳错就一目了然了，会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分数呢？我们在宣布你们的分数之前，要有请上半场的另外两位明星，薛之谦目前为止分数最高48.4分，分数最低的是阿兰47.8分，再次有请两位。所以按照我们今天比赛的规则，在这一轮当中，如果说 Hit Five 的分数高于薛之谦，就可以直接晋级了。那如果你们的分数低于阿兰的话呢，你们就要淘汰。是我们上半场共有两位晋级，两位淘汰。嗯，我们 Hit Five 究竟会得多少分？龙老师9.6分 ，Xer 9.8分，金星老师9.7分，9.6分，9.6分 ，Hit High 最后得分是48.3分。